啊，不要，你要弯右行，你要如果再补不了，大致我只能说，尺寸没定位啊，大致这个意思啊，对吧？又出来了吗？因为我没有定位，我不知道打的位置，毛鼓不这样的，我再弯一个也行了。 那你打比方说，你可以设定角度，你要几度打比方？我现在要弯90度，你要把这个角度改为90。